大家好，我是珍珍，我来自上海，现在是一名女博士。我叫秋月，来自北京，现在呢是从事金融行业，在投行工作。我是李嘉林，我现在是一名在校大学生，现在在成都上大学。虽然说大的力量不是很大，但是一点一点积累起来，觉得还是非常可观的。